女团 TWICE 最近发行全新迷你专辑回归，继日前曝光新歌 Talk Like Talk 之后，29日释出另一首新歌 Queen of Hearts 的 MV 影片。在这首歌的 MV 影片中，团员们纷纷穿上清亮养眼的服装，展现性感的一面，火辣模样直接暴击粉丝心脏，大家纷纷都被电晕。其中台湾团员子瑜的服装造型更是抢尽风头，只见她顶着一头金发，身穿火红色中空背心和牛仔裤，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甜美的辣妹风格造型令人眼睛为之一亮，粉丝纷纷大赞她又辣又可爱，再度被她的美貌霸凌啦。